亚洲最贵尾牙在这里。昨晚王牌经纪人陈振川旗下的源活娱乐与天地和娱乐在韩社爱美举办联合尾牙，现场大咖云集，张清芳、阿妹、艾怡良、萧敬腾老萧、庾澄庆、哈林三歌后二歌王、综艺大子大张小燕、影后谢盈萱、事后杨丞琳以及罗志祥小猪。831-911安娜及伯克乐团信都出席，阿妹席间更揪张清芳、小猪、老萧、艾怡良及911登台高歌，一连唱了快一小时，宛如巨星及拼盘演唱会，气氛超嗨。员工一次搜集多位明星，幸福之余也开玩笑表示这是亚洲最贵尾牙场。尾牙昨晚6:30开放入席，苹果记者虽在现场守候，但工作人员把关宴会厅入口相当严密，不让媒体有机会混入拍摄。不过后来艾怡良在脸书贴出场内狂欢，背景可以听到老萧在高歌王妃，艾怡良也跟着音乐摇摆，气氛非常热烈。另还有人播与小猪、杨丞琳、谢盈萱等人的合照。而阿妹在尾牙结束后回家开直播，分享在尾牙时献唱《我最亲爱的》，全场一起合唱，唱得好好，好感动。更爆料与萧敬腾对唱一眼瞬间，他居然忘词，反而是老萧把歌词铭记在心。更特别翻牌，看到911特别开心，聊到最后竟然现场表演拔睫毛，一边拔还很担心会被经纪人骂，又笑称自己就是机不得，还沉浸在尾牙欢乐的余韵。苹果则捕捉到小猪戴口罩走出宴会厅溜达，还有911春风准备入场，哈林则被拍到裤子口袋插住红包袋，准备奖金犒赏工作人员。昨晚9:40，张清芳在酒店人员护驾下快闪，但看到粉丝讨合照，还是留步满足粉丝需求。乐坛天后相当有亲和力。郭瑜特勤中心综合报道，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过年不就该追剧、活尸、超级英雄、整理达人龙底加明星岛。退路苏有朋元祖学霸偶像贪玩搞出大近视，狗仔偷拍王大陆甩架唱嘲笑高冷出接线原型谢盈萱左和左光平合照。翻摄左光平脸书罗志祥左二和幕后工作人员开心合照。翻摄脸书杨丞琳右三也参加这场尾牙。翻摄脸书左光平中和艾怡良贴脸合照。翻摄左光平脸书罗志祥右图和911春风昨晚被拍到抵达尾牙现场。合成照片，特勤中心摄哈林又和友人一起抵达，身边不见妻女，裤子口袋还塞了红包。特勤中心摄尾牙尾声，张清芳留步满足粉丝合照需求。特勤中心摄阿妹开直播拔架睫毛。翻摄画面阿妹开直播拔架睫毛。翻摄画面关键字艾怡良、萧敬腾、阿妹。张惠妹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 有话要说投稿即时论坛。